放心吧，阿叔殿下人美心善，不会太在意的。他刚才过来。你笨不笨啊，这么小一个客栈都能走丢了，路痴吗？不是我，那个行了，你就在这待着，别乱跑了。阿叔殿下，我去找店小二帮你煎一下药。多谢。看什么呢？照顾一下华叔殿下。哦，华叔殿下，你可要喝水？不必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他去给你煎药去了。若是他回来看到你走了，不就白辛苦一趟吗？要不你先等等，等他回来了之后你再走。我要怎么做？何须你一个小仙仆多言？他跟你说的，我如何与你主人相处，我们又说过什么，不是你该过问的。身为仙仆，就该守好仙仆的本分。要来喽。华叔殿下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他身上还有伤呢。阿姨，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？我怎么看？仙仆就应该有仙仆的本分。主人跟公主的事情，我有资格问吗？没有。你怎么了？干嘛突然耍脾气？我惹你生气了？我与你结主仆妻之事，为什么要告诉华叔？那不是你刚才急着换我吗？我就想赶紧把你召到我身边来，我一捏诀就被华叔看出来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华叔殿下人美心善，不会太在意的。他人美心善。我当年在梧桐岛，他还不认识我就肯对我出手相助，足见他的人品。